我要来讲我买了快90样东西啊，我的购物就是这么的疯狂。我好了，反正现在要介绍。又下来了，妈咪。对，要帮我剪吗？在韩国购物，跟我朋友一起去买东西，我就买了就是快90样。好，这是其中一件洋装，就是 party 很适合。然后这个是皮的，然后这边是有蕾丝，我很喜欢它这个高低不平的。这件冬天的皮洋装很美吗？我没有看过，就是风衣可以帅成这个样子。这个风衣呢，我买了两个颜色，它的袖子真的非常的帅，前所未有的帅气风衣感。这件就是我超推的，一般风衣都是比较轻薄的，但是这一个风衣它有一点铺棉在里面，所以这件是异常之暖风衣。今年冬天必买风衣就是这件，这鞋子也是这次买的。这风衣呢，有骑机车的人非常适合，因为它就是防风不透风，而且它里面还有铺棉，又轻薄但是又很保暖，防风非常的彻底。就这双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，而且真的是百搭，有没有？真的超好看。我买了两双包色，它跟超美的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应该是有8公分啊，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里面非常软，很舒服的关系，所以它穿起来我觉得4-5公分的感觉，它走起来真的超舒服的。这袜鞋它的弹性还蛮好的，冬天我绝对一直穿这两双。现在这里面这个洋装是短的，但是它配起来也很好看，反正里面这件就也很好搭就对了。这两个颜色就都很好看，这样开叉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利落，超好看，而且它袖子是宽的。这件色也好看，这个下摆超美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美。这个也是这次的战利品，这个包包真的超好看，它就是一个手提袋的概念，但是我超爱它，就是分两节式，不会整个就是豹纹到底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拿。整件可以单穿，是不是怎样都好看呢？好开心啊！这两件裙子我觉得超好看的，跟你们说，今年就是要塞旁边，随性塞。它这个造型我真的超爱的，超大件，但我觉得超可爱。然后它拉旁边也可以，或者是这样，身体。那边很任性奶的这个包包搭一下，然后还可以抱着的感觉。它有两个，它是可以后背的。啊，它里面可以装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我很喜欢。黑色就百搭啊，就这两个颜色最实用。那今年冬天就一定是有咖啡色。我朋友还说你也太浮夸了吧，他很怕那个裙摆就是会让整体看起来是胖的，结果他看我穿之后就不会。拜托，我这么有眼光。前短后长不规则，波浪的感觉非常的美。你看它旁边还有开叉，你要搭个皮外套或者是搭个毛衣在上面也都很好看，美吧，正点吧。其实这是买给香香的，自己发现自己可以搭很多，看这样搭是不是也很好看？你看它珍珠的感觉很可爱，这个就是上下很特别，搭在一起好看，分开搭也都好看，不会太过粉嫩，但又不会太过暗。它的细节是真的非常的漂亮，或者是你里面就可以加件长袖的保暖衣就 OK 了。好了，这个百褶皮裙还有拼接纱，这个皮裙跟那个我前面的洋装它其实是同一家的，这系列都很好看，所以包它这下面也是不规则，我觉得它版型非常好。我通常都是不喜欢那种高领，但是高领如果它是松的话，我就会非常喜欢。宽松，可以遮脸，然后又是保暖的，照相就是脸看起来最小的那一个。你参加婚礼呀，比较冷天气时候的 party 就可以穿这件。这个的加两件我超喜欢，它口袋超大，蛮合蛮顺的感觉，然后又非常的舒服。分开搭是很合理，然后好像是个别单卖，但是它其实是一套的。它的豹纹是非常大，而且是不规则的，我觉得这种豹纹才耐看。因为今年就是要浮夸，旁边两片是
非常大，自由修饰脸跟修饰你身体的那种感觉。搭那种洋装，我就觉得超好看。我要来讲我的三件裤子，类似直条纹，有点喇叭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我是觉得它的线条是真的还蛮漂亮的，又是包色概念，这个焦糖色我觉得还蛮美的。这一件质感跟设计感是最特别的，它是做运动风，我觉得旁边很美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？又是一套的，它的袖子非常非常长，但是我很喜欢，会有保暖舒服的感觉啊。给它扎一边，我觉得上衣很特别，因为它是横条纹跟直条纹的组合，后面没有，但是前面有两个开叉，这种细节就是非常的好看，超美豹纹包，质感好到不行。我买了这两个，除了双色好看之外，这就是一个亮点的感觉啊。好，这个蓝色米色系，无论是放在后面有没有，也很好看，材质的感觉我超喜欢的，超舒服。跟你们说，这外套暖到爆炸，材质非常好的那种，去下雪的地方就是非常适合穿，双色的那种设计，随性这样套就非常好看。之外，你们看它后面的毛毛，非常大一片，嚣张至极。扣子是今年要有的那种设计，就是可以整个开放，只要就是两个有连在一起，鹅绒的那种蓬度就根本让你热到不行，不会有所谓透风的问题。然后后面这个毛呢，它是可以这样的。好了好了，热死人咯。这是一件洋装封在上面的加两件，然后它这个配件也是附在上面，它这个也可以就是拉成平口，针织运动风，非常非常舒服，今年必备的线条，可以这样扎进来。一起买的，我当时就是要买给香香的，但是没想到自己搭上也还不错，那香香真是爱到不行。我超爱这个配件，它可以就是别在包包上面，然后也可以直接戴，我觉得是一个超棒的配件。它是小镜子在上面，我很喜欢这两个。大家应该就是素的衣服会比较多，然后就是配个像这样子的配件上去，我觉得就随时看起来就很有型，就这两个好像都可以配的感觉。又是假两件咯，这件灰色我觉得它穿起来是真的气息，那个氛围是看起来是活泼的，很少灰色是这样，里面没有，它就真的就是假两件的那种设计，裙摆很美。我爱死这件衬衫了，它就是秋冬穿的，里面是穿深色的内衣，但是其实看不太穿，因为它是厚的，有口袋哦，超喜欢的，它的心机在背后哦。它也可以拆掉，有拆跟没拆都超好看的。而其实它还有一个链子，它是活动式的，非常非常之推的一件。像是也很简单利落哦，怎么会这么好看呢？它的前短后长。而这件是很细致的那种针织小外套，你们看它的剪裁很特别吗？它的前短后长，小外套在台湾冬天非常好用啊。好了，又是假两件，真的是狂爱假两件。其实有变化，就不会看起来太过复杂，平常又可以穿，就是像这样子的，这也可以拉成披肩，一样超好看。这一个芥黄色，它是比较亮的，在冬天里面，我觉得会有一些亮点，我觉得是必要的，不然就是都很深色就不好玩了。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买那么多了吗？现在开始我要来分享，就是小朋友的韩香香。我忘了讲，这双鞋子我觉得超正点，因为它真的不是只有毛，它是踩下去会非常软的那一种，它还有金色的跟。这件内裤我就帮他们买了两个颜色，小朋友这种会松，到时候扣就把它交叉扣，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今年我就都买这种直条纹的，这个是颜色就比较女性化一点，男生我觉得就不一定要吊带，这样直接穿也很好看。这也是条纹的帽，这个超可爱的，好棒！那大哥哥哦，不要坐下。很像他有一个这个豹纹包包，那豹纹包跟这个围巾是同样材质，都非常的舒服。没有，它就是有一个这样，有没有穿过的？它这个有没有很可爱？这个我就买了三个颜色。可以这样穿过来。好，啊，现在戴这个就有点太小了，但是像他这样年纪戴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看妹妹有没有很可爱？还行，很可以当围巾这样子。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暖哦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
真的超好看，然后我还是会想要买，出来了，还是会想要买，他们好超好看。这个裤子呢，白色跟这个颜色我都觉得超好看的，一样又是条纹的，直筒一点的，非常的好看，好帅。对呀。哦对，好，香香你好棒。狗之舞，还是狗狗之舞。好了好了，有黑色的袜鞋，运动袜鞋，然后因为红旁边有红色，很好看。这针织的外套，焦糖色的，也很好看。地，地，好。这个也是香香的新鞋，毛毛的。那讲一下，它还有另外两双也是香香的，它里面是那种毛毛的，红色也很可爱。其实就是冬天搭袜子在里面，然后再穿一个这样子毛毛的遮肉拖鞋就很好看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包包，这是它的菜包，很有型。这样子，你看配起来也很好看，也可以搭你。这香香的，这是有内刷毛的哦。超级笔刷。有吗？对，好可爱吗？抓东西。这个很不一样，连来裤是比较高腰的那种，是非常非常的宽松。好，高腰的很可爱，谁最可爱？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可爱。夏天也可以穿，现在是稍微比较大，然后里面也可以加衣服。它这个裙摆可以。给你们看它这个。剪裁很可爱，很像大人的那种衣服，有吗？好，这个呢，我买了两件，一件给我妹的小孩星星，然后她跟星星都穿一样的，这件超可爱的，你转一圈给我看。厌世脸。现在就是以前喜欢那种，就是衣服外面弄个纱裙，很可爱。谁是我的小 model？ 妈咪，我的小 model。真的啊、哦？好，你好棒啊、哦！好了，我把快90样东西都穿完了，竟然穿完了，我们拍了几个小时啊，拜拜咯，拜拜。